可以起飞。 要想退出新飞机的极限，首先要突破你们自己的极限，以最大的速度爬升。收到，收到。高度发射，高速四百，一分小时成功。飞控系统正常，通信制正常。收到，信号控制，准备过失控制动前。准备了，九十九，飞向高度，飞向高度。 我们一定会把最好的一支战机飞出来的。